你也许来过苏州，但是也许没有听到过这样划船唱歌的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蔬菜，我在平江路这边看到一个现场剪了个人头卡通像的一家店，然后他们正在剪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，就在这边这家店。这边有个现场剪像，在这里看到了吗？照着照片剪的是吧？在苏州历史文化街区上，小师傅正在制作人像剪纸。只要给小师傅一张人像照片，或者是坐在他面前，十几分钟之后，小师傅就能现场制作一幅逼真的人像剪纸作品。剪纸是中国最古老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一，作为一种镂空艺术，它能给人视觉上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，但是现在越来越难见到了。剪纸的手艺人年纪也越来越大，现在这样子年轻的小师傅真的是很少见了。剪身子吗？还是就剪一个头？就这样。现场剪人像是30块钱一副，60块钱是两副。不过制作一幅双人的作品起码要花去半小时，许多人觉得等待的时间太长了就放弃了。前来购买人像剪纸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为主。这个安心，我剪两个，那么就便宜点，好吧，优惠一点。兄弟在哪儿？两个人，他们兄弟。